像在做家事一样啊。然后这个礼拜，我觉得今天我才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值得服务。然后不是所谓，其实在学校大家说要做服务还是什么社团啊，然后今天才真的体验到我比较服务。虽然我今天有去那个男病房看，然后那个伤口有些真的很可怕，可是我觉得他们还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他们虽然外表残缺，可是内在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。然后我就觉得今天大家真的很棒，然后对，都会自己很热热情的付出，然后我觉得很开心。讲一下一个，就是一个今天有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其实刚好是很高兴的事，就打下蛋，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很难接话，然后他叫我抱抱，要我抱抱，然后就比方像说他是哪里，他是哪里，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小男孩，然后就我想说他应该不是认识吧，所以就把他抱着把他放到桌上，所以放到桌上那个也是安排关的，然后马上其他的小朋友就过来说，哎，把他放进去，要把他放进去，什么什么的，对，就是他结果我就放在那边，他是一直黏黏的狗，因为都是在换尿布，就是我行不行？然后一开始男生说刚来的，对，就觉得说，可能就是一些事情，就是真的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要怎么去的，是第一天那种见面，或者是说希望你们吃的，如果说他们可以的话，就是请慢慢自工那么多来，然后他也可以先把一些注意事项先告诉我们，这样就避免犯了一些其实我们以为是对，或者是错的事情这样子。然后不过陪小孩子我还是很开心啊，虽然很累，很想，因为我们长大大面积小。我先讲我那个今天在做的事，一直带我从病房，然后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做什么，然后就是